阿公阿嬷伫老师的锻炼之下，贴了健康操来暖身，看到大家全身投入的模样，就知影运动肯定是受到不少长辈的喜爱。来来，咱行下来，行下坐来。每一位长辈头顶是戴着鸡笠仔，大家是手牵手做伙散步运动，就若像当时较细汉参加户外教学同款。这是第三镇乐龄中心特别带着第三镇中和里的长辈，要伫怎啊来散步赏美景，嘛做出达到运动的效果。身体爱顾健康，然后就是爱顾家己爱顾，嘿，家己爱顾爱运动才会健康。形势骨头吼较软溜啦，哦，较袂安尼硬性安尼，啊，就较快活安尼，爱算讲安尼人血路较会通啦。就来爱运动啦，爱软溜啊，行路溜啊，你行吼安尼有溜啊喘咧安尼吼，人心脏较有力啦。最近长辈虽然袂少，都已经八九十岁，身体嘛无像以前有力，但是大家早起都会小少做伙散步，嘛好袂少中风过的老大人有伴当一个做伙见。啊，出去健身，我嘛拢拼死行，啊，伫厝拼死拉筋，安尼啊，都尽量恢复起来，啊，即摆就会当行动自如，安尼真好势，安尼吼，迈之类会行吼，我拢有法度安尼啦，拢行会真远啦，袂讲。一路按落，行到脑干嘛，脑干则是排毒内脏的毒素造出来呢。为着好长辈有健康的运动习惯，第三镇乐龄中心长期以来，除了好老大人建立好的饮食习惯以外，嘛一直推广健行运动，希望借着带长辈做运动，让因的身体会当保持健康。运动吼，就是讲尽量逐天吼，拢来运动，啊，心情放轻松。哦，若讲心情放轻松，佮运动，啊，佮饮食食较清淡了，安尼身体就自然就好啊。短短的一条路，啊，对遐许多人来讲，慢慢仔行，啊，因就伫迄时阵，大家用聊天吼，开讲者，啊，心情就快活，啊，佮看到遮个啊，遮在砖头吼，啊，有遮个大家拢有在振动，安尼因就感觉讲啊，砖头咱的中和里真正愈来愈有希望，啊，希望大家拢有当来参加。第三镇乐龄中心表示，健行是一项简单、不受环境限制的运动，是真适合老大人的运动方式。中和里只是一个开始，未来也会在镇内继续鼓励老大人做伙快乐运动。记者王祖如，长报道。